林哥，出什么事情了？你那么着急叫我过来。阿妹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呀？什么忙呀？我能帮的我肯定会帮的。是这样的，我想带你回家过年。带我回家过年呀？对呀。怎么这么突然呀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也知道我这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奔波着，我家里面的话也一直特别关心我的感情问题，他们说今年过年我再不带一个女朋友回家过年的话，我这个年可就过不好了。这样啊？嗯。那你的意思是把阿妹当成你的女朋友了吗？不是的，阿妹是女性朋友，不是女朋友。女性朋友啊？对呀，我这辈子有两个特别特别好的女性朋友，一个是你，还有一个是阿姨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妈妈那是亲人呀，那不一样。她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，也帮了我很多忙，人也很漂亮。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。那阿妹，你愿不愿意帮忙？算了吧，明哥，你还是去找别人帮忙吧。可是我就想找你帮忙呀，除了你我也不想找别人帮忙。但我又不是你的女朋友，而且 我可不想做让叔叔阿姨伤心的事情。不会呀，你怎么会伤心呢？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呀，女性朋友跟女朋友只差了一个字的嘛。明哥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女朋友是女朋友，女性朋友是女朋友，女性朋友是不一样的，两个意思不一样的。不是，阿妹，你还好吧？我怎么感觉你有点不开心的样子呀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这个怎么办呀？你还是去找别人帮忙吧，因为这大过年的，我还是想在家陪奶奶，要不然她一个人在家。怪冷清。哦，也是啊，是我考虑欠缺了。我一会儿下午可能就要走了。你下午就要走了？对对。那么早吗？走之前我想再去看一下奶奶。好吧。奶奶在哪儿呀？那在那边。哦，好，走。奶奶，哎。奶奶，哎。新年快乐。快乐，奶奶精神挺好的，最近啊，新的一年祝奶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走，我们回去弄饭吃嘛。我们回去弄饭吃。没事没事，奶奶，我这下面还有朋友在等着我，我一会儿就要走了，就是上来就是看一下你。来，奶奶，这回一点心。不用。没事，你拿着，奶奶拿着，新年快乐啊！谢谢，新年快乐啊！谢谢。那我一会儿就要走了啊。不要走，我发迟了，走。新年快乐。哎，婶婶。哎。你婶婶，你这个新年快乐啊，婶婶。来，你也有。我不要。没事呀。我不要。真不要吗？不要。真不要，我拿走了。来，一起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你不回家过年哦？一会儿就要走了，一会儿。哎呀，谢谢。没事，婶婶，新的一年也祝你身体健康啊！谢谢。好，阿妹，来，你也有。我就不要了，你干？没事，他们啊，对，有的，你们一点心意拿着啊。那我没事，我就下去了啊。你不吃饭吗？我饭我就不吃了，我下面还有朋友等着呢啊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太谢谢你了。好。阿妹，这个是奶奶我们两个养的鸡，这不是过年吗？你就拿回去跟叔叔阿姨你们一起吃嘛。啊，不要了。没事，你拿回去吃。拿回去吃。哎呀，不要了，奶奶。哎呀，你先。哎呀，你怎么直接给我了？哎呦，奶奶，谢谢，这个怎么好意思呢？没事的，明哥，新年快乐，你就拿回去吃吧。啊，不要了。没事，你拿回去吃吧。拿一个就行了，连他都在叫了。一起拉。没事的，一起拉。哎呀，奶奶不好吧？这个就给你俩也吃。哎呀，不要了，快点走了。